欢迎来到健康财富学院，和 Coco Shinsong 一起每天学习几分钟，创造自己的价值和造就更好的自己，让自己值钱才是一辈子的财富。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成功人士的成功秘诀》一书中的金句摘录，希望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成功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成功意味着成就和满足感。无论你是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还是想在个人生活中获得成功，成功人士总是有一些共同点和习惯。今天，我们将探讨成功人士的成功秘诀和习惯，并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帮助您实现自己的成功。一、建立明确的目标。成功人士通常有明确的目标，并将其纳入他们的计划中。这些目标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期的。他们设定这些目标的时间表和目标达成的标准，以便知道何时可以达到这些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任何事情，从事业到个人生活。无论是什么，成功人士通常会将其写下来，并设定达成目标的计划和时间表。二、专注于行动。成功人士不仅有明确的目标，还会专注于行动。他们知道，仅仅设定目标不足以实现成功，还需要行动。他们会制定计划，将目标分解为可实现的步骤，然后开始行动。他们会花时间学习和发展必要的技能，以实现他们的目标。三、学习和成长。成功人士知道，学习和成长是实现成功的关键。他们会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新事物，以扩展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他们会阅读书籍，参加课程和研讨会，听取专家的意见，以及与其他成功人士交流，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经验。他们知道，随着技能和知识的增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并实现目标。四、坚持不懈。成功人士从不放弃，即使面临挑战或失败。他们知道，实现成功需要时间、努力和毅力，因此他们会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直到成功为止。当面临挫折和困难时，成功人士会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采取必要的行动。他们会从失败中学习，并不断改进自己的方法和策略。五、健康的生活方式。成功人士通常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良好的饮食习惯、运动和充足的休息时间。他们知道，保持身体和心理健康是实现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们会定期运动，保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他们也会注意饮食，选择健康的食物和饮料，并避免过量饮酒和吸烟等有害的习惯。此外，成功人士也知道休息和放松的重要性，他们会适当地分配时间来放松身心，例如旅行、阅读、聆听音乐等。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成功人士通常也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懂得与人相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和人际网络。他们会关注他人的需求和利益，并尝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动。他们也懂得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并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这种能力能够帮助成功人士在职场和个人生活中建立良好的关系，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和成功的机会。七、创造自己的机会。成功人士通常不会等待机会降临，而是会创造自己的机会。他们会主动寻找机会，并在机会出现时采取行动。他们知道，只有付出努力和寻找机会，才能获得成功。八、持续不断的创新和改进。成功人士不断的进行创新和改进，以保持竞争力。他们会寻找新的方法和技术，以提高效率和产品质量。他们也会不断的寻找机会进行改进，以满足客户和市场需求。九、培养积极的心态。成功人士通常拥有积极的心态，并将挑战视为机会。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克服障碍和困难，并会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也会懂得感恩和正面思考，并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经验。十、学会管理时间。成功人士通常拥有良好的时间管理技巧。
他们知道如何合理地分配时间，并将时间用于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会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并专注于重要的任务。成功人士的成功秘诀和习惯并非秘密，而是可学习和实践的。建立明确的目标，专注行动，学习和成长，坚持不懈，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成功人士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如果您想实现自己的成功，请尝试学习和实践这些成功秘诀和习惯，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您的目标是什么，这些习惯和秘诀都可以帮助您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如果您正在寻找一本关于成功人士成功秘诀和习惯的书籍，那么《成功人士的成功秘诀》一书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本书探讨了成功人士的成功秘诀和习惯，涵盖了从人生目标设定到日常工作和学习中的技巧和建议。通过独特的观点和丰富的案例，读者可以学习如何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实现成功和幸福。此外，本书还提供了大量的问题与解答，帮助读者解决自己的问题和困难，以及发挥自己的潜力和能力。无论您是正在追求个人成长和成功，还是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本书都是您不可错过的宝贵资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亚马逊购买此本电子书，你可在信息栏中找到连结哦。最后，记住，成功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需要时间、努力和毅力。不要害怕失败或挫折，而是要学会从中学习，并不断改进自己的方法和策略。只要您继续努力，相信自己，您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成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聆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您带来收获。如果您认为这次分享可以帮助更多人成长，请点个赞并分享给身边需要自我成长的朋友。同时，我们诚挚地邀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随时收听最新的内容。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意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非常愿意聆听您的想法，并且将积极回应您的每一个信息。我们的使命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强大的驱动力。我们致力于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让更多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并为社会和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最后，祝您在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就和收获。CocoShanson.net